大家好，我是农舍小蒋。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呢，是位于我们屏东县恒春镇半山腰的一座农舍。这座农舍呢的地理位置呢，刚好可以俯瞰呢那个龙銮潭的全景。好，接下来时间请各位跟着镜头来去参观，走吧。这是一处位于恒春极为隐秘的私房景点，沿住平峨公路往南前行，车子刚出恒春镇，于省道旁岔路转入一旁山林小径，穿过林务局茂密的造林区，在享受约莫五分钟林间分多金之后，视野豁然开朗起来。坐落半山腰的一座简朴的农舍就此进入视野中，慵懒地坐在屋前的躺椅上，天空中的老鹰时不时发出长鸣，眼下龙銮潭水面上夕阳光影折射，随着日照不同魔幻的变化柱，由耀眼的金黄到满布的红彩，此时好想时空就在此时凝结。接下来就请您跟随着镜头一起来感受。如果您对这个案件有想要进一步的了解，欢迎来电0927570293，或是加本人的 LINE 0982570293。龙舍小蒋，感谢您，拜拜。